大家好，我是天狼，又来看花了。这是我们的华居，华居的特点很简单，就是大。我们这边最大的花径能达到15厘米，一般啊随便开个12-13厘米很轻松的，因为足够大，所以即使只开一朵那么都足够抢眼了。但是华居的大不单单是这种花瓣的厚重，看起来有点笨拙的那种大，它的花瓣不是很厚重，带一点点的褶皱，层层叠叠的，即使它花开的尺寸很大，也还是显得非常的轻盈。华居的香味呢几乎没有，但是它的耐热性是非常不错的，夏天表现是比较亮眼的。它的成熟株高大约在90-150厘米左右，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灌木月季。那么像种这种大花月季啊，在小苗的阶段一定要注重养苗，修剪的时候建议剪的稍微重一点，这样它发出来枝条粗壮，才不容易被压弯。你看这么大的花还是多头，一个枝条一般5个花苞左右，如果它的枝条不够硬挺，一旦下点雨或者沾点露水或者是大风一吹，然后就会要趴下去，趴下去了这么重很难再恢复上来。华居也是我们今年要推出的新品种，应该很快和大家见面。我是天狼，下回再来说一次。